但这个好大呀。嗯。我就记得去年，哎，不是去年了，前年了吧？我妈包饺就用这么一个大的就够了，比我手都大。这是几个？四个、五个。但这几个好大呀。我妈发微信了，我妈没回，咋没在家？没打电话。没打，去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仙。我们刚吃过晚饭，我李哥的同事送给他一条鱼，然后把这条鱼和半盒的松茸给我爸我妈送去。请进。上我妈跳舞的地儿。刚才给我爸打个电话，我爸没在家，我妈上那边跳舞去了。直接我妈应该看完事儿了，这个点儿。这是哪儿出警了？两趟呢？两个。都搁这让道了，看到了吗？嗯。我妈在这儿跳舞呢吗？这个。这个不是吗？哪个？那是妈妈。对，看不清啊。对，干啥事儿的吗？找你呀、啊！找你半天没找着，没瞅着，李志明瞅出来的。他说穿花衣服那是妈。我就在后边来的，我来的晚，我来人都跳一半了。没有，我们刚上。俺们刚上来，去了你们那儿已经没有了。啊。啥呀？松茸。半盒，俺们吃了几根啊？毛毛，你猫怎么知道你在那？把那放起来吧，把鱼收拾收拾。啥鱼啊？胖扣。这谁的傻？哎呀妈呀！姥姥家快上班了。你多长时间没来姥姥家了？明天吃的吧？不知道，他们给我的。同事给的。放冰箱里，明天吃了吧，这是。上次蘸香油。上次蘸香油，俺们生吃就蘸鲜鱼面儿，也不会吃啊。还可以蘸那个辣根儿和酱油，是吧？嗯，烤也行。对，还烤也行，做汤也行。妈，你记不记得咱们那年包饺子，老奢侈了。包饺子好吃，感觉。饱啊，这是一等品呐、啊。你跟我们爸你俩那个因为扒一个蘸鲜鱼面坐那吃吧，看电视零食。这零食太那啥了，太豪华了，太豪华了。这一根得合多少钱嘛？你这一根得合三十多块钱左右，三五十，还是多的呀？多，这一盒里头有十几根啊？没有。你妈妈这说的。行，你就搁这里头，你起来我看。嗯，你这给你老家送点东西还得拿回去点儿，抓俩蜗牛拿家养。要我给洗没了，真的要我给整扔了。你为啥洗没了？我不想要它，就是。那你给我。你就拿那一个，毛毛回家都能下可多籽儿了。没有了，这边有一个。这么点儿。嗯。但不会咬它吧？这都下的籽儿。不会咬人吧？下去了。嗯。咬啥人呢？不会咬人吧？他们会。来看看牙，哎呀，小老太太，走啊！也不长，那呗。我看你那个视频了，你学那老太太学的太像了。你看那啥？李子。能拎动吗？那瓶盖呢？盖。不用盖，把它憋死了。啊，对。跟姥姥拜拜吧。姥姥拜拜，把那个花咬上啊。跟姥爷也拜拜呀。姥爷拜拜。走了吗？走了吧。